322吧，是个妹子坐的赛道，哇，上面写困难呢、欸，这个加速器，哇，应该走外那个里面的，那个加速器还蛮爽的。可以哦。我觉得好像不需要走捷径呢，感觉那个好像比较好玩。我靠！我靠！什么捷径？哎、欸，我没想到这张赛道这么长哎、欸！哇，不可以走！这个跳台只有一个是正确的道路，这个。呜呼呼呼！呜呼呼！呜呼！我靠！会嘛，这个妹子，呜呼，不错嘛，不错啊，这个家伙做得蛮好的，给力给力，控比在 2.0， 好啦，剩下这张啊，这张看起来好难、啊，很怕又回不到终点了、啊。有点，这个我可以相信他们吗？相信一下哦。哇，急弯！那个跳台是可以踩吗？我、哦、那家伙有算过哎、欸，很会哎、欸。他这跳来跳去哪里？这样也行哦、喔。啊，我懂了，刚刚那个有个捷径，我没有试过去。哇！啊，右边有个捷径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掉下来是什么意思？是重来的意思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到终点的意思。看这一关不是整人赛道，我们可以认真跑了。哇，浪费我一颗。踩着红色，果然红色现在是正确的。等一下呢，红色现在是正确的。
终于不用怕了，再跳一次过来，干，跳不过去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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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看到红色，屁啦，又下来了，我要过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等等。啊，有捷径，看到了，这是捷径。再跳，哎、欸，没有办法再跳。我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熟悉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重来了？完了完了，我被骗了。原来红色还是不能踩啊。又被骗了。这张哭啊！哇，这张看起来很难欸。郊外油条、废弃公路、相传是守护村子的巨龙盘龙。我来看一下，是真的假的？跑五圈我就崩溃了，跑五圈我直接放弃。这个图有难哦，这个老板不是这个创作者是不是左撇子啊？怎么各种左边的弯道？我怀疑他是左撇子哦。那什么？我是没有飞上去吗？怎么都左弯？这张是一个左弯的图啊，适合爆冲练习。好了，这个还没跑过来，试看看这张。弯哦，哎，这样这么短。我对这个蝴蝶结蛮有兴趣的。哎、欸、靠，那个蝴蝶结
赛道那个地小地图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往哪边甩。这是哪里啊？这张图不难。这张图蛮大的，算好跑。